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来玩这款修仙门派模拟器测试服。那游戏是5月16号上午10点哦开始测试。那开启游戏就到这个画面了。广收门徒，庇护凡俗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这样。然后宗门大比，秘境争夺，并吞其他宗门。门派的模拟游戏吧，模拟游戏这样。培养弟子飞升登仙。那我们应该是要当宗主吗？选男选女应该无所谓。那 ID， 好，凡人修仙传，好、哦，韩立。不用啦，就哈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凡人修仙传》，是吧？《凡人修仙传》没错。那什么种？黄风谷，好不好？黄风谷，他一开始在黄风谷嘛，在七玄门啊，然后后来就到黄风谷，然后后来黄风谷也不要他了。选个字啊，黄风谷，好，黄风谷，那我就叫韩立好了，韩立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部小说欸。好，韩立创立了这个寒风谷，那一开始就是要招收弟子。这款游戏我也没玩过啊，但是修仙嘛，修仙要嘛就是自己在那边打坐放置修仙，那要嘛就是当掌门啊。那这款看起来是当掌门，招收一下杂役弟子，一开始都是杂役啊，然后外门啊、内门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内门，内门之后就是那个要再往上爬。什么真传啊之类的，真传弟子升级功法后，弟子领悟成功，战力增加。拔剑术怎么有拔剑术啊？应该说御剑术吧。炼制宝物、哦。好，我现在开始要专心一点，因为他的教学。好，我刚刚都在讲话哈，没有很专心，我现在稍微看一下。宝物定型冷却需要一定时间。好，完成了。天妖灯，这边是炼器阁。庇护古阳村，然后有战力，就这样哦。七千战力，好，清赏魔兽。有点像文字修仙嘛，图片没有很多，然后没有战斗画面。现在蛮多那种文字修真啊，或者文字武侠、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什么云岚宗，那我们要去施压他就对了。你战力要够吧？我现在战力好像11000耶。好，施压成功，然后再来就要欺压，要20000战力。礼遇压榨，怎么这样啊？好，那继续招收更多的弟子吧。这边有这个资质哎，上官显妖孽。好，我不知道，就点点点点点就收到了嘛。然后好了，没有教学了，一切自己来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个一个来。韩立，好，就是我。战力12000，灵石300，玄金400，仙玉应该是钻石吧？哦，要看广告。那现在可能没有那个吧？是不是没有计费啊？好像没有计费、欸。不然理论上这边应该要出现初值的东西嘛？评价不入流，设置。我可以修改是不是？好像
好像没有限制耶，没有花费什么改名的东西，或改宗派的名的东西。然后我是逐机打圆满，音乐 ID 三胆虫王，然后兑换码。那游戏目前没有账号，不用账号登录就直接玩。然后这边可以领这个仙玉。测试时间的话也没说哎、欸，反正就可以玩啦。哦，也没说开到什么时候，就是没有一个测试的时间啊。好，那可以看广告是不是？还是说要等两分钟啊？欸，为什么我自己升级啊？奇怪，自己升级也不关我的事啊。然后挂机的话，我现在离线挂机只有五分钟，好惨哦！哦，你要花仙玉才能升级，好吧？我在那个好游快报下载的啦，好游快报下面有一些留言，大部分都是说这款游戏很干，哦，就是养肝护肝，不是，是很干，很干。那这种画风就比较颜色比较淡，嗯，卡通风格哎、欸嗯，比较淡色系的卡通风格，我也不讨厌这种风格啦，也是可以、欸。那目标。今日的目标大概是今日的任务吧，哦，每日任务吧，这日常任务，然后这是成就任务，可以这么理解啊。好，黄蜂谷，现在点了没反应。大笔，零售三。哦，所有地址已经结成契约了，是不是？这只天青蛇。那我们继续招收吧，招收，招收，不堪是怎样？好可怜哦，不堪。地址的头像怎么长一样啊？地址头像要长一样哎、欸。他自己升级了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升级啊，奇怪、欸。哦，不入流。那我们现在在中门嘛，那主事韩立，我要破镜是不是？成功率是 86%。 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这个好像会自己涨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涨哎、欸。修为要3000哦，那怎么获得修为啊？那我现在没有附护法，也没有长老，我现在地址都是那个。杂役而已啊！哦，这都杂役，他的脸都长得差不多哎，大同小异。那我要帮他们升吗？哇，没有了，我 是没有修为啦，我好像没有修为嘞。然后我在这边嘛，然后这边我已经插起了、啊。那这个勒，好12000。那需要等，有一个20几秒。先那个修复地脉。世界，我现在在这边嘛。我黄蜂谷嘛，然后可以施压它，战力20000可以施压。施压欺压，哈哈，反正都欺负人，奇怪，这世界这个游戏怎么都在欺负人呢、啊？好，那继续招收。欸，不堪可以拒收吗？我搞不懂这个怎么升级的啊！招收地址，然后就升级哦，真的神奇啊！你看他这个等级会慢慢增加哎、欸，哦，7%，然后刚自己跑，原因为什么会自己跑，我也不知道。
开始挖矿。你看20分之8，优择优添加，然后开始大比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打架，好笑哦！这根本就文字修仙嘛。然后打完架可以干嘛？朱春秀这么厉害哦，好输了是不是？大比结束，我们没有进入前三哦，要跟别的宗派大比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输了。哦，我现在都是杂役弟子而已吧？对啊，练功坊。哦，他们在练功是不是？然后练气血要欺压这个云岚宗才可以。每50秒有一个人尝试哦。好吧，我6级了。那我的修为在哪边啊？我很好奇耶。不然我怎么提升啊？修为，哦，这边有哎，为什么他又有啦？这个修为是他们自己的修为是不是？哦，在这里啦！哎呀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抱歉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哦，每7秒会加7，我看到了，在这边。哦，抱歉，太多资讯了。然后刚一开始教学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这个。OK， 修为是个人的，不是一个总体的。那我的部分。是我嘛，然后我现在每秒52，18000，但是我要30000，天哪，一剑破镜是怎样？那反正他们现在还不能升长老和护法，我现在没有嘛。你看这边有，对其他宗门领域的话可以获得护法哦，不是我弟子升上来的哦。先不管，反正我有问号，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看问号。那我们继续招收吧。哇，没了怎么办？拒收。废柴。你看这个每秒修为才加4，这有差欸。重置的话可能要看广告，我在想。我点哦。欸，没反应呢，奇怪。啊，没反应呢，不能看广告哦。3分钟可获得10个玄金跟灵石 ，OK。除了仙玉的话，我们没办法获得嘛。那我可以领取。那挖矿次数我已经挖了一次，然后完成，然后领取10倍领取的话，你要看广告是不是？点了没反应，好，我不能看广告，原因不明。好，很可惜，我不能看广告，不能看广告你就差很多，人家是领10倍，拜托。哇哦，这个要20分钟，超量。好，我们懂了，挖矿就是灵石跟玄金嘛。那仙玉的话，看广告，那我不能看。你们要玩的话，你们自己注意吧。我是用模拟器啊，可能就有问题吧，看不了。当前宗门排名10000脱敏，这么多人哦，哇，这么多人哦，我不知道是这些是 AI 吗？有可能吧，可能是 AI 吧。排名啊，有些是 AI 的排名。仙玉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方式来买东西。好，反正我们就招收吧。这个丹灵根好烂啊，到底有没有好的弟子啊？都不堪呢、欸。啊，弟子修为剩一下，我们这边要20000才可以那个，才可以去欺压别人啊。看起来有点难。这边有一些装备是不是？
我装备一下，给这个田字，这个比较强，说这个加九哎，妖孽，更换给他，啊，更换要两个仙玉，为什么？真是的。那这个东西是增加战力而已哦，增加战力而已啊，好烂哦，加战力。我比较需要可以增加修为的，他们修为好低哦，受不了低。那安排杂役弟子参加杂役大比，晋级前三 ，OK 这边。然后内门，好一样，前三可以进内门，然后核心清船，就真船嘛。还不错啊，这个游戏哦就很干啊，你就要一直顾这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培养这些弟子。好，这边有些事件哎，可以获得这个道具哦，不屑不屑。这边有那个大龙刀哎，好，可以装备，可以装备。出价，出价，用仙玉，正常出价。好，我们都正常给他出价，就是两个嘛，一个是胁迫对方，然后一个是100%，但是你需要花费这个仙玉。那仙玉我不多啦，因为我不能看广告嘛。哦，那你的地址就可以装备啦，就装备。OK， 升级是不是？哦，升级加战力呀、啊！好像没了欸。我刚不是还有获得别的东西吗？哦，凡品啊，哦，下品。我们先把前面的角色给搞好吧。装备。就装好了嘛，好好好，就这样。那我战力一定超过两万，一定超过两万。然后你也可以练玄金，就是我们挖矿拿到了嘛，就给他练一练就好了。啊，没玄金的战力29000，那我们可以去欺压别人了。欺压他，将他加速这个练气诀，那么就有练气诀。那有了练气诀之后，我们那些弟子就可以收，就可以练功了嘛。你看这边，好，主攻，每个人战力从20提升到45，怎么那么烂啊？是因为还没升阶是不是？花费临时直接升级哦，这么嚣张。领悟该功法成功率乘以3倍，所以一开始应该还是要学这个吧？成功率3倍啊，这个没有啊？哎、欸，有啊，也是3倍、欸。哦，有啊，反正就会慢慢领悟吧。我、哦、这边慢慢领悟，那这边就要这个欺压这个灵犀宗啊，灵犀术。我看一下哦，这边只有一个人领悟、哦，也太惨了吧！天啊，怎么没有人领悟啊？你们给我认真一点哦！哦，领悟一下。有没有好的啊？招收一下。双灵根哦，双灵根 OK 啦，去收，先不收。对了，那个含力好像是五行 五种灵根吧，是不是？忘记了，反正就废灵根了。通常都有天灵根啊，双灵根啊，就是灵根越单一的话，修炼速度越快。好、哦，这是仙侠小说的一些设定。那大比下去啊，来吧，开始大比。这次我应该可以进前三吧？我有穿装备、欸，那我们跳过吧。好、哦，弟子掌握单方哦，真的假的？
应该是新的地址吧？好像没有我的人嘞，没有我的人了，这几个名字都不是我的人，所以我失败了。还不行，还不行，还在杂役。那怎么办？只能慢慢练啊。这边电器大圆满。好，三万了，战力三万。这边要花零食，到底要干嘛的、啊？身法，反正就战力可以增加嘛。三花聚顶，先培养这个资质高的妖孽，培养一下卓越的。好，没有零食哦，零食玄金都花完了。变成一个小穷鬼啊！那我们来这边扩展一下我们的领地，30秒，奖励是300零食。好，这边有一个萧炎成为我们的护法，很好。然后再来就战力要40000。好了，我觉得不错啊。好，护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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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他了。哦，萧炎啊，是不是？炎如果是火炎的炎，那个就是那个、啊《斗破苍穹》啊，萧炎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斗破》。《斗破苍穹》男主角萧炎，好像是被退婚吧，退婚流吧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款游戏还不错，哦，还不错。雷电锤，狂练，凡品而已啊，很烂啊！凡品好像修炼只要50玄金哦，那下品要100。我现在良品的只有一个啊，其他都没有。你看这个2800，战力2600，然后这边就比较高了嘛。然后这边也是，这边才二级而已就已经2600，然后这边九级才2600，你就知道差多少。好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吧。反正就是这些弟子啊、护法啊、长老啊，就是可以提升战力嘛。那你战力够了，就可以去拓展你的世界。哦，他就叫这个什么归元刀啊，哦，我就获得这个归元刀的宝物啊，然后就可以给弟子用啊。装备好像可以全部都装，他没有分什么手部啊、头盔啊、布甲、手甲、身甲、盔甲啊，没有，好像都可以用。没有分部位，挺好，装200武器也可以用。啊，他竟然给我凡品的，也太烂了吧！凡品你也敢给啊？是不是？好，反正弟子他们修我会慢慢增加，好，但是这边会有几率，好，破镜的几率。好，我们继续招收弟子，双灵根呢，三灵根。然后我现在可以收12个，我只能再收一个。我可以把地址踢掉吗？我不知道欸，如果我不要那个地址可不可以踢掉啊？可以欸，这边有逐出。你把那个很烂的就把它丢掉。像这个上壳。上壳啊。才加5而已欸。哦，别人都加6以上，那再加我就把它踢掉啊！拜拜，那就再见了。然后你就可以去招收。哦，这边会有一个18秒后有一个加8的，每秒加8，就这个啊。凑合，为什么要支持凑合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应该只看重这个修为的增加速度，可能要看的支持这边是凑合，是不是？这边也是一个凑合，哦，这个资质59还不错，
然后双灵根战力118，那你可以等这个，就是你可以慢慢淘汰掉你一开始比较弱的弟子，好慢慢变强啊。这个要看广告啊，我不能看哦，这个游戏我不能看，或许他认为我有问题吧，我不晓得。好，那我是觉得还不错玩啦，蛮杀时间的哦。那现在也不知道测试到什么时候，那你看到这影片如果想玩的话，我会把游戏的下载连结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，那你就来招收弟子，壮大我们的门派哦，成为天下第一大宗派，大宗门，看你要叫什么都可以啊，我就叫黄风谷，抄人家的，抄人家，抄小说的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